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下面玩的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：幽冥录》第一游戏。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关卡是罗王洗角龙困浅滩。无名老者的出现，打乱了丰都的计划。鬼众大败而回，就在众人与铁砂部修身养息之时，却接到了返航的黑种军事趁虚而入，袭击了东海丰都的消息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，阎罗下令阿庞留守铁砂部医治伤患，自己则亲率剩余部众奔赴东海丰都。连战生听闻东海丰都突然遇袭，但即令阿庞留住。OK， 这边刚才念过了。船队连岸北上，行至东海，却见一批舰队自东方缓缓驶来。帮主，有批舰队过来了。魔王，看那阵列，是自己人。帮主，帮主，是帮主回来了。老妖吗？情况如何？敖龙王在何处？那些无耻窝贼从孔雀王朝回来的路上，行经阿门分舵，不由分说便突然开火。敖肚子他领着主力与那些倭寇周旋，命安带上家眷出海躲藏，这才保了大伙性命啊！好在那些倭人八成在孔雀王朝损失了不少战力，否则即使敖肚子在那么多东瀛船舰围攻下，怕也。嘿，老杨就是长他的威风，敖肚子何等英雄，会怕那些倭贼？敖广。哈，果然是海龙王的作风。放心吧，妹子，那汉子可没这么容易倒下。禀帮主，他们在海上躲了十多日，如今粮食快用尽了，这才不得不回到附近的港口进行补给。罗舵主可知道这遇袭之事？敖舵主曾一信歌王罗舵主的和帮主你这个通报，可事发突然，即便罗舵主早帮主你一步接到消息，到东海分舵也需一道恶日路程。啊，咱们派了几艘侦察小艇多事探查，倭寇大部队似乎都已离开，可咱们担心的是什么圈套，还没赶回。你说他们已经离开了？啊，是啊，不知道是去哪里啊。现在分舵附近都只剩下零星船只把守。帮主，似乎是个机会，先别太早下定论。如老张所言，这或许是什么春套也不一定。老张，劳烦你再遣一队弟兄给咱们侦查一下分舵周遭的海域。啊，马上办，小师妹上工了，赶紧备船。老杨，将弟兄们的家眷安置到安全的港口，交给俺。其余还能站的，整装待发，随爷母夺回咱们分舵。判罪绝业，赏银断羊，夺回分舵，杀败倭贼。三日后，静悄悄的夜晚，一轮明月映在平静无波的海面上，数十艘龙宫战船呈纵队列阵驶入东海分舵左近。行，不是什么人？开火！炮火四射，烟硝纷飞，一轮旗色瞬间点燃了月下的战火。东瀛战船虽遭突袭，但损失不大，留在此地的数艘大型战船迅速稳住阵脚，朝丰都战船开始回击。啊！小师们撑住，咱们的对手是这些残余舰队，替帮主争取时间，又蛮多，将这些倭贼引离东海分舵。想逃吗？给我追！在此同时，数艘丰都快船神不知鬼不觉地靠上分舵港湾。OK， 要打了。不用，音效好大声。人这么少吗？哦，因为我那时候死蛮多人的啊，好吧好吧。因为我上一场三级打那个辟邪的时候死太多人了。我有，音效，对不起，这次音效开太大声了。
都会好广岛上他们。如今还有三分之一的战船能够一战。我丰都战船火力虽不比东瀛战舰，但胜在速度。对付剩下那几艘东瀛战舰，黑影是绰绰有余了。帮主，按照计划，黑白无常会从另一头的密道前进，等待咱们信号一发。意外加急。妹子，探子传来的情报没错吧？保管那小子被抓了起来。是。据探子回报，黑虫龙王似乎为了掌握我帮各处据点，将敖广关押了起来，日夜逼问。哼，那小子这些日子可难受了，咱们赶紧将他救出来，把盘踞在这的倭寇残党铲除干净。另外，在东四国还有弟兄被俘虏着，妹子，你去解救他们。是，大哥。可恶！杀回东海龙宫，到达目标点，放响箭。我方全面次要目标不被在内敌军发现，解救俘虏。那很难吧？那我干嘛派人？不会在内敌人。发现很难吧？哦，在内敌人是不是？哦，那还可以，因为现在这些人是帐外的敌人，在外，所以我们可以打他是 OK 的。可是，在内敌人的话，靠孟婆。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孟婆有加速行走的技能。火神炮，啊，先等一下再用。这是什么？金刚锤。兄弟们，开火！蛮远的。这招会绕被打，实现两个自身范围，打不到。快了，光洗干了。最近的风很大，然后天气好像变天了，开始变凉了，凉爽的天气。因为今年的夏天实在是有够热的。起来！哇，这个风！炮兵那个攻击力实在是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，实在是攻击力、杀伤力，以小兵来讲算是非常高了。其实我原本想要用麻绳去抓那个辟邪老人，可是应该是抓不太到了，所以我就放弃了，就没抓了。哎，老令倭寇，敌人的援军，杀！在哪里啊？
啊，不要，不要打我。阴风怒号，少林弟子可不是吃素的，看招！前面打这么多人，然后走到里面，然后还不能被发现，真是有点强人所难哎。好，打不到。又被躲掉。命中率有够低的，这样还没中。太烂了吧！烂透了！啊！休息。快给我死一死！好远哦，这路。怎么样不让他障碍发现我们啊？很难吧？在内啦，讲错。放响箭，刺耳的笛声划破寂静的夜空。一箭发财，嘿嘿嘿嘿，再见棺材。阿光，活着，你已无路可退，敢敢放火封都，今日便要将尔等打入十八层地狱。哼，来一决死战吧！哎呀了，啊！可恶，惊动了守军。来不及救他们了。哎，哦，是 OK 啊。所以说，除了这个点，这个点可以放响箭以外，里面也可以放响箭哦。那不早说嘞，哦。那谁知道啊？他们嘞？是救完他们会有什么奖励吗？好了，我等一下再重新打一次好了。
先把这次打完。老练倭寇，先把你干掉。你被发现了，没办法了。文谋乃是朝廷民官，哪个可能跟那些土匪些同流合污？可是我刚才不是已经……哎，到底？我现在搞不太清楚啊，算着啦，干掉他们就对了。各地的党派进行亲门猜测，哼，看你如今何在百姓心间，是官也是策。马盖路，灭天斩，草波风苦，哇，那么小好多哦。生死如常，公孙武剑可以有击退的效果，我现在才发现。畜生。罗王，四鬼。马盖路。哦，难怪他那么强。发现阎罗走路有点慢。霸体。不过我想可以救到葫芦，应该也没什么东西吧？应该没有很珍贵的道具吧？好啦。畜生，四鬼全身浴血，架势不乱，拼死发起最后的图示。呼！严丹生大喝一声，无间大法尽力吹动，当刀脱手飞出，有若一轮夺命血月。仅仅一瞬，四鬼手身分离，坠入滚滚黄泉之中。正气甲。
你们可来了，让我瞧瞧你的伤。老子没事，痛，你轻一些。哼，还没事呢，瞧这些伤疤，你可吃了不少苦。身子很虚弱，但看起来没有什么致命伤。你小子命倒挺硬的，其他弟兄呢？没有了，就只剩下我了。那窝子为了逼我供出所有据点，在我面前一个一个将其他被偷的弟兄们全杀了。皇主，倭寇的战船全打沉了、老天有眼，但真是老天有眼，弟兄们，皇主子没事啊。老杨啊，弟兄们的家境可安好？老张呢？大伙都安置好了，可老张他给那些倭寇的贼战船，老张死了。黑种罗网，野莫诺不亲手送你下黄泉，如何对得起我丰都弟兄们的牺牲？清点伤亡，修补战船，待敖广商议。老子没事，怎么没时间浪费？那倭贼一攻下这，便领着人马往马里那去，咱们可以赶紧追上去。博萨芬多一宠难攻，黑头龙王没了战船的优势，让他一时之间也还攻不下来。咱们可以罗舵主来个内外夹击。好，明日一早，咱们集结剩余兵马，朝罗萨芬多进发，与那倭贼决一死战。杀贼窝，看窝，决一死战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就结束啦。那喜欢明堂坏的影片，左下方的图片可以订阅，也欢迎到右下方，把铃铛也打开来，也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追踪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直接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